아미마크누자라와니마누니마아크리지거리오삼리오피마고라샤그니코아자즈가레我叫施学杰，傈僳族，今年25岁，来自怒江州福固县样谷村。我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现在是怒江公益社团的志愿者，同时也在做电商售卖怒江山货。我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热爱者，喜欢傈僳族古为字，沉醉于怒江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河。写诗和拍照是我守护它的方式。我喜欢拍照，每张照片的背后都有故事。我写过上百首诗，有些诗入选了中国诗歌网90后诗歌大奖。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把未来的一半也写进诗里，把他生活的点滴都记录下来。我的朋友阿彪跟我从小长大，别人怎么喂他，他都找不到我的缺点。